我们三地文化的传播，就需要方方面面的这些文化内容，需要方方面面的我们的各种的文体、各种的技术，对我们三地文化的传播来做好。我的普通话虽然说的不好，但是我在继续很努力的说普通话。谢谢，谢谢。 所以啊，晋他惋惜是现代人的功利性，现代人的小气。墙上每张脸、每根线，分明就使他不断的狂喜、得意、满足欲、成就感。 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、罗马被朝人的墓室壁画如此放肆、猖狂、为所欲为。撒开了画呀，撒开了画，看我的画将要升天入地，入地升天了。 请诸位听好，墙上的画分明告诉我们，这是天底下唯一不归人间管辖的绘画。我不知道以上是在谈论艺术还是生死。 请诸位来山西看看吧。有句话说：“3000年看陕西，5000年看山西。”就文物的古老和丰富性，山西给隔壁陕西的大唐热给委屈了、忽略了。但是四座北朝墓的出土，我们就领教了历史的厉害。那天在博物院的饭局上。 喝了酒，聊开了，个人手里一支烟，学者徐先生对张院长说了下面这番话，我又给当场震呆。他说：“院里经费最近怎么样？”徐显秀墓400米外的那座墓，哪天我们给挖了？<笑><笑> 这个对我，这个对我有多长？好，然后我们看，看那个长官，光得到吗？嗯，好，祝大家。